想了很多很多招，然后但是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失败，所以一直还在研究啦。不然像我拍戏，我几乎都戴假发比较方便，因为很多造型师帮我吹头发会浪费很多时间，然后那个型也抓不好，而且每天他都在改变。假的，我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少了。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发型师很重要。真的。大家都不知道我的。